至于。你爸让你复读一年高三，你不想死啊？那你也不能在网吧待两天玩消失啊。你少管我，我都三个月没上网了，我要把高三这一年的网了全上了。有见地，我还要看漫画，看，我还要谈恋爱，也复读的。哎，我滚！我还要喝啤酒，喝。服务员，三瓶啤酒，你俩喝不？喝，来五瓶。家人了，你不去开门？没事，我妈开了。妈，谁呀？你嫂子家表弟来了。哎，您好，我是来借书的。妈，在你表弟屋里呢，你自己拿吧。谢阿姨。好了，谢阿姨，不客气，谢阿姨，不客气，谢阿姨，不客气，谢阿姨，差不多得了，谢阿姨，妈腰不好。这就是现场版的人家孩子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玩意还活的？你妈找的群众演员吧？过两天你过生日，我特意给你买了一套书，别让人家孩子笑话，做一个矜持的读书人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还有吗？真没有了。还有吗？可能是没收我的漫画，娘亲心里有愧，于是说要在18岁我生日那天给我一个 surprise。儿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妈。更让我感动的是，那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往这个 surprise 里注入了母爱。就这样，我18岁零一天的时候，竟然无情地早起了10分钟。很多年以后，我才慢慢觉得，18岁那年，那个闹钟确实是一个 surprise。呼哇呼哇呼，嗨呀，呼哇呼哇呼。Bye.
紧啊，物理作业写完没？没有，我上午刚写完英语。这就是12年积累的默契啊，英语还没写。六科六分之一的命中率，这你都能算得准？没错，我一科都没写，命中率100%。嘿嘿，你们张先生，你是在嘲笑我吗？嘿嘿，明天周一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没写，我热爱上学。这是抽了一股子血粉啊！莫非你被内定为三好学生了？嘿嘿，这怎么还疯了呢？老张，英语作业一会儿抄不？嘿嘿，抄，没空。哎，你说你这么漂亮，在这车站等车，但是从来不说一句话，莫非是龅牙？我从来没那么想过，我从来也没那么想过。嗨，我就是开一玩笑。不久之后，公车那段路被。